好，可以啦。英雄回响。哦、欸，怎么没有绑？他竟然没有绑，为什么没有绑？啊？有绑到了。没有，他那是阿戴尔绑的。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没有绑到，我早已经进行一夜，结果没绑到。他都很喜欢一开始就吐。哦。就吐了。哇，被晕眩了！哦，发复活了吗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下一波榜再来爆发。其实我发现，那个拉图斯还好，其实主要注意闹钟就好了。哦。然后雷射挡不了就开五。嗯。对啊，基本上闹钟就专注躲闹钟就好，那个雷射交叉就交叉没关系，反正它交叉的频率没那么高。嗯。对啊。然后我看别人攻略，他都把葫芦，哇，这种在角落的，哦，很难躲。等下这里再一个直升，哦，还好。啊！我靠！什么东西？我没看到欸。我也没看到。对啊，太扯了吧！隐藏的那个哦，好像是。好了，应该可以吧？等我。他来的啊！完了，他又吐了。那好烦。哎呦！哎，我绑他了。好。帮忙。打他过来是。放彗星。哦，他刚宝珠没掉了，没有，应该掉了，是显示 bug 了。哇，我在看，被撞死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最危险，他每次都两个护底。哦，完了，我死，没有。哇，靠腰，这样怎么躲？哇，有点难喽。哦，果然，哇，那个真的很讨厌哎，就是他说下去会把你震飞，然后你可能就震飞到竹笋上面。combo 技。哎，你们都跑到右，他在最右边。好，哇，看不到哎，哪里有黄色？大火化。哎，我的当时也没了。可不可以不要在最旁边啊？他真的很烦哎。帮我们都到中间看看，看他会不会。等他过来了，看他会不会过来。看他突然又怎么深吸一口气的。好，就保持在中间好了。哎，那人嘞？他为什么在这么旁边，然后脚出现在那么奇怪的地方？对啊，好奇怪哦！我们人民就在中间，旁边真的很难躲。哎，我要死完了。是啊。他吐了。突然地板都看不到，然后他又一直在最旁边。啊，我应该可以绑他。好吧，我试说一下吧。我就放个那个榜啊，你们就尽力输出吧。好。哦，有，大哥。
不错啊，感觉要吸了。嗯，应该是。左边，左边。他们在绕地板。好险，第一次中。哦，赢了！哦，赢了！哇，欸、好强哦，阿戴尔，好猛！刚我看你剩一次的时候，大家还有一半，啊、结果就打赢了。对啊，好猛哦！哇、啊哦，我这次真的输出低蛮多的。哦，332亿。我这次只有245。所以你的榜刚好跟那个 CP 上，哎、欸，啊，我不知道你捡到了。捡到什么？绿石哦，没差吧？没有人，他应该也不用，捡给你们刚好。还有打其他的吗？你们有还有要打什么？可以，都可以啊。比爱的。好啊，可以试试看。我那我等榜一下。好、哦，可我觉得，哎、欸。我们上次榜18